如果你没看鲨鱼昨天的直播，那就太可惜了，因为在昨天三弹神和六弹神来了一次梦幻联动，双方来一场弩箭大赛，而这好像还不是一场普通的友谊赛，因为最后双方居然来了一次父子局。喂喂啊，你就是三弹神，有事吗？你有事吗？你知道今天玩什么模式吗？玩什么模式？我知道呀，玩那个弩嘛，然后前期第一个圈不打架，然后车的话不能撞人。让我们先来听听鲨鱼的采访。哎哈喽鲨鱼啊，哈喽，可以听到。可以听到，哇，今天又是披星戴月的又出光了啊。今天没有个老朋友南爷啊，你们在赛前有没有一些沟通啊？对，他刚刚还给我打电话说求饶，让我轻点打他。啊，等待开始的时候，鲨鱼发现对面的人都是主播。你看看，哎，你们看看他叫的人，你看，都是主播，看到了吧？还好几个战神，而自己这边却全是六青铜。看一下数据啊，看看我队员数据，青铜啊，三青铜，对面六弹神，我们六青铜，就操，全是青铜，哇！又是青铜。虽然段位都不高，但都是直播间的水友，可见鲨鱼对粉丝还是很好。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对局。本以为是用爆炸猎弓，鲨鱼进入游戏发现只有弩箭，也是觉得和南岩约战桥头。你没有爆炸弓，你是不是傻啊？这明明是普通弓。啊，没爆炸？不是啊，我这边水友说他们捡到爆炸弓了。屁，我这边全是那个普通弩箭。那没有，那还敲到旗了干啥？敲到旗，你是想埋伏我们是吧？埋伏一下你，好不好？那不行，那你都已经没有雷了，你的战斗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了。那我们怎么玩？怎么玩？我来抓你的，我现在就在路上，还怎么玩？你想擒贼先擒王是吧？你很聪明吧？你放心，打倒你之后，我不服你，我要电扬你。你问我的队友同不同意？不爱。小南岩，那就等，那这个圈刷完之后直接开干。刷完之后开干，好。物资差不多，鲨鱼也是带队前往海通大桥。可是还没开始，鲨鱼就先手摔倒一次，居然还是因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上桥。喂，作为，我靠，我去！就这还不够，自己队伍里还有内鬼，直接导致自己阵营的溃败。 OK， 一个跳起来就够了，不用跳起来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呀？哎，妈的，有内鬼啊，我靠，你快把鱼哥救了。我丢，完了，别打，先别打。我丢，哎，还开车撞人，对面那个啊，有问题啊，怎么回事呀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还开车撞人。鲨鱼男人，救你鲨鱼。我没队友了，我队友都被你们嘎了。没队友了，只好放话来单挑了。那个六弹神跟我玩阴招，把他放下来，我要自救。你这个狡猾的男人，等我救起来，赶快单挑！那个，把那个我刚才队友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你队友撞倒了。道歉！又被集体电摇了，可太惨了。宇哥，我错了，宇哥。出不去的鲨鱼只好跟着电摇。单挑是吗，鲨鱼？单挑。来嘛！由于鲨鱼阵营几乎全军覆没，只好和南岩来一对一 solo， 一共打了四个回合。你们觉得鲨鱼能赢几局呢 ？Round one， 你开始。你完了，南岩，我准备第二发要来喽！你又更新了，你完了，叫大哥，我丢！别，我切换一下。哎，不打赢。Round two。哇，我没有三级头，你是三级头，
我不算。最后一把父子局，三局两胜，现在一人赢一局，来，最后一局定胜负。来父子局，直接父子局，输了叫爹，敢不敢？是父子局，来，谁不敢？好。Round three， 你开始。我丢！我操！完了！哎，一剑！叫爹！摸摸你的男圆头，刷爆料啊，兄弟们，刷爆料，全体扣六，这就是六弹神的实力吗？啊，告诉我，回答我，男圆父子局啊，父子，都让开，干嘛？什么让开呀？啊，这还差不多。帮我跟我衣服，哎呀，男圆还是玩得起的嘛，啊。最后看个小彩蛋，你们就知道少爷今天为啥没直播了。今天我汤圆，吴秋人，马玉，鲨鱼出去玩。